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柠檬小弟。今天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要去旅行的一些东西，然后还有简单的制造一个小视频哦。这个是我要去那个北海道10天旅游的行程，里面呢就是有包括我的一些衣服啊，那些东西，然后你就看看一下我如何的包装起来。还有拿一个这个小背包上飞机的，就是里面有包括我的文件啊、护照啊，全部会在里面哦。还有就是一些耳机啊，最重要的 power bank 啊，那些自拍神器啊，都会在里面。在飞机装呢，我还有包括了这个鞋呢，就是我上飞机的鞋，就可以直接穿住上飞机。这个是防冷防水的鞋，所以我会穿上飞机，让我省一下空间。还有这一套外套呢，是让我可以上飞机，可以当做枕头啊，当做被来，给它舒服一点，可以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展现一下我上飞机如何带起这些东西。好，请看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我们在北海道见啊，拜拜。